大家好，我是新光医院院长侯胜茂。今年本院得到了持续品质改善特别奖，深感荣幸，在此分享抬头实干的精神。这精神阐述把事情做好，也让更多人知道所做的成果。所以我们在本院人潮较多的地方设置医疗品质墙，将医疗品质促进及病人安全维护的努力成果做宣传以及展览。每年我们都举行医疗品质年会，透过分享讨论达成共识，将品质改善观念深根在每位同仁的心中，成为工作文化的一部分。抬头实干的精神让我们走出院外，连续参加14届医疗品质奖，成果斐然。医疗需要团队努力合作才能完成，让我们共同前进，彼此鼓励，齐心创造台湾医疗环境更优质更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